偷偷的高冰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！拍高货莫西沙这个料子，拍视频放给别人的话，或者放给我工人，肯定要拍五七六七，涨几个老米啊，然后波波流量，因为这个东西品质太高了。你不把它价值最大化，可能有点浪费资源。到我这儿呢，不管什么价值料子啊，介绍完马上开干，干完给你们看，过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东西。这是给我一个粉丝大哥找的，575克的一个莫西沙沙皮的料子，非常非常的老了，然后脱沙位置，肉质漆黑漆黑的，而且料性也非常完整，白雾包裹。但凡有点道行的人，玩翡翠多的人啊，一看这个脱沙位置黑度啊，就知道这是一个好东西了。压灯给你们看，牛逼吧？脱沙位置妥妥的高冰，500多克。这个东西我小六放给我大哥的，你说它便宜不便宜？当然了，价位高放，价位低放啊，它都有风险。但是价位越低，你入手风险越小，对不对？假如说是1公斤的冰种，你1000万买的，你不用磨了，它已经垮了，你买太贵了。1公斤的糯种，你1块钱买的，你剁碎它，你也没啥风险。所以说，入手的性价比是很重要的啊，质量 OK， 品质 OK， 然后就是性价比了啊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这个料子开完什么样啊？实战出真理，现在开搞，搞给你们看。我操，这个东西就漂亮了啊！真的他妈的不知道怎么形容了，过来给你们看一下吧。太他妈的漂亮了，这个料子开的，你们看自然光这个样子，肉质细腻的大焦块，怎么形容呢？只能用我操来形容了啊！暴露了我的文化水平比较低了。压灯来看，你看太美了这东西，因为我们是用相机拍的啊，不加任何效果，所以说你还看不到它的美，实际实物要更漂亮。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太美了啊！漂亮吧，这种荧光，这种杠位，这种胶感啊，只要是不碰到团棉，不碰到冰渣的话，还是非常非常牛逼的啊。好了，飞驰出品呢，必定精品，喜欢飞驰的双击加关注，爱你们。